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Medici 的 League 咩咩学姐联盟，我是阿哲。今天玩玩的是《塞尔达公主：曙光传说》。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Medici 的 League 咩咩学姐联盟，我是阿哲。今天玩玩的是《塞尔达传说：曙光公主》啊。刚什么事都没发生，然后我们就是来到这个地方，是一个小村庄嘛。然后我们这个就是已经我有调一些设定，就它就比较顺了啦，有比较顺了哈，真的，因为上集真的是那个累个到就快受不了。好啦，那我们就跟他讲话一下好了，先跟这个看起来有点老的女人。If it is a young link, are you going to close down the range of the day? Range 是哪？反正你就是要下去这个 range。I just closed the shop myself. 我已经关店了。I'm sure you know about the meetup lab monkeys. They have been coming into the village lately. This thing worry me a bit. Better not to tight here. I could stand to have any more goods stolen. Can trust a good for nothing husband to do anything right. Come on, Dad. You can catch a silly little monkey. Well, no, I can't. 所以他一直是要抓那个 monkey， 抓猴子干嘛？ Oh, listen to us, Babylon. I didn't mean to keep you.All right, off what with you. 反正他应该是把我赶走就是。那这个肥女人呢 ？Why don't you stop by and do a little some We have a good time or a big. Okay. And be careful out there. 那这个小孩呢？对，然后之前小英就跟我讲说，我应该去上网找一下剧情的，不然这样我就是。对了，忘记找了啊！这个小孩啊，按错了。好了，吵死了。我有点不太想跟他讲话了，跟那个算了，不跟他讲话了，烦死了。还是讲一下好了，剧情的需要。搞不好他跟我讲一样的话，他这个啊，不跟他讲话了啦。反正小孩讲的话应该是。不怎么可信的，然后这个人 ，speak， oh hi Link， I'm making you to fishing rod， you know， all I have left to do is paint it， so get ready for fishing。他好像跟我要一大堆任务，可是啊按错了，哎，刚好不一样哎。I might 不能上去哦，哎可以哦 ，might 要不行 ，I might 好像都一样的话，这个嘞 ，Good evening Link， it's a lovely sunset， is it not？ 有吗？我看不到夕阳。It's kind of you to spend my time with my husband， you know， give me to bed down。真是的，哎，这个人不就是那个吗？不就是那个上次跟我聊天的那个啊 ？Great timing, Link。哦，他刚刚拿剑的时候我吓到，我还你要对吗？你要对我的马做什么？啊，好了 ，There was something I had forgotten， 我忘记跟你讲什么事。My son Colin was making a fishing rod， so the two of you can play together。就是我只做了什么？钓鱼的东西吗？是吗？然后你们两个就可以玩。He could finish it today, so you, 所以就叫我到他的房子去拿还是什么？啊，按错了。好了，算了，反正就是再看一下好了。他刚说什么？他刚刚好像不想问一样的话。It's coming. Yes, wait. 好了，反正他也不跟我讲他刚刚讲什么了。我们这边呢还有什么东西呢？鸡可以讲话吗？不行。然后我现在玩是坐着的，因为
商机更没有什么，我以为要什么回答的，这样我怕那个砸到东西。Oh Link, looks like you are going to help Fado. Good job. He head up to ranch ahead of you. You go finish up your chores before the sun goes down. 有时间限制哎，就是，哎，这个房子可以进去吗？啊，按错。就在这边等他，等一下哦。然后就上去一下。Open is locked。哦，好吧。那只好骑着马，然后撞进去了，没有了。那我们就看有什么其他人可以跟别人讲话好了。虽然这个有点无聊，就是了。啊，这边，这边有路吧？没有啊，奇怪，那哎，真的进不去，算了。那我们就走去，你这个地图看得我回煞煞。过去啊。过去了，还没过去。过去了，你是不能过桥、哦。啊，算了，让我自己下去，烦死了。涉水而过，哎，不用，可以爬上去。然后这边有什么东西呢？这边进去看好了。Open， 锁住了。这应该是寻常百姓家，就是不给人家进去那种。好吧，那这边有什么东西呢？这边，哦，没事。算了，这边好像真的没什么，我们就快速的滚过去吧。那我们就通往另外一个入口好了，刚有看到。转身。耶、yeah, ，开始会玩了。过去。我们就等一下，这边是不是也有路？这边有路哎，我怎么没看到？不过我猜又是锁住的。对，我们就快速的走过去好了，反正，对啊。没错，锁住了。好，那我们就啊，痛！哎，下面有南瓜哎，可是不能吃。Get on， 然后转身，帅哦！走吧，快点！没记错的话，应该是这边吧？是吗？对的，那我们就走吧，通往另外一个入口。那牌子会不会写什么东西啊？不管了，反正我已经过去了。啊，旁边有什么东西呢？哦，是马场吗？这音乐听起来好温馨啊。Olden Ranch 应该就是他要去的地方，就是 Ranch 的。谁要去的、啊？我忘记了。啊，然后上去，开始可以边打马了。Sorry to get you over here is such a hurry, Link. 还好啦，不敢了，我是不赶时间的。These guys have been awful skittish lately. They won't listen to what I say. Sorry to ask, but how about your opponents hurt and into a burial rig? 什么东西啊 ？We ain't got 完蛋了。好，那就可以了，不管了。希望不要叫我做什么麻烦的事好了。哎、欸，他就是那个，就是那个找他养的。对啦，看他脸才知道，因为他脸怪怪的。Much is done, but okay then, go on and hurt all these little scamps into the burn of me. 我不太会用，这是什么、啊？要赶羊还是什么？What? Hook 是什么？对啊，干嘛？这是要干嘛了？哦，赶羊机。哦，会羊了，会玩了。
哎、欸，好好玩哦，受不了，快点快点过去过去过去。好了，一点都不好玩，你好麻烦。快点啦，哎、欸，这有没有时间限制啊？没有时间限制，那我在赶什么？奇怪了。哎、啊，你只会站在那边哦，你不会跟着。也进去了，两，剩下两只，不，剩下四只了。进去啦，快给我进去进去，其实还蛮好赶的。嗯，好，又进去一只了。外围是有多难呢？因为我刚英文根本看不懂。进去吧，进去进去。话说现在呆锅他在那个灯会做志工啊，对吧？所以你有机会可以看，可以去遇他一下。虽然我敢打赌你遇不到，你也不知道他是谁啊。啊，快过去啊！哎，羊，羊，小羊，小羊，快点啊！好了，他一点都不小，他是那个公羊。哎、过去了，快点。话说用马赶羊，有人这样赶的吗？你还不帮我赶？他这个牧羊人只会呆呆的站在那边，他真的是，哎、欸，这个羊特别难赶哎、欸。What the？ 超难赶的哎、欸，是怎样？过去过去过去，哎，啊，进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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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去了，给我进去，进去，进去，进，耶、yeah ！剩下两只了，天哪，刚赶一只赶有够久的。至于那个志工的事，我本来想要跟呆哥一起在那边参加了，因为我跟他同一个学校嘛。可是我之后就没时间报名了，他就在那边，就只有他去了，然后留在我这边拍实况。哎、欸，话说另外一只羊哦，在这。其实蛮容易的、啊，因为没有时间限制。万一有什么时间限制，然后又很难赶，这样就很麻烦。刚第八只羊特别难赶而已啊，其他羊都还好。进去，进去，进去，快点，快点进去，进去，进去。Yes， 过了，耶、yeah ，爽。Link opponent march up legit.To boss of your own. I can cover everything tomorrow without having to trouble you. So just sit back and relax, brother. 所以他要我休息一下。Oh, but now, how about today? Wanna practice with the fences? Just wait a spell, bud. I'll get them fences set up. 看不懂。Oh, sorry to take so long. Okay then, you're all right. You all you want. You all get tired of riding. Just jump the gate and head back into the village. Okay, but 所以他要我就是随便走走啊。那我们就在这边随便走走。然后他说要出去还要跨过那个篮子，真是有个不贴心的设计啊。刚再讲一次话会这样。在这边应该可以作为那种骑马练习场。And nothing cooler than a fence, jumping down just right. If you press A to dash, just as you get near as a fence, you all can jump all the middle of it. Cobble. Or if you no, just go ahead and jump the gate to head back to village. I put everyone. 感觉天色暗了，那我还是赶快走好了。拜拜，赶快出去喽！出去，出去，跳！我还是要学一下好了。哎呀，要怎么跳？怎么跳过去？我还不会跳。哎呀，然后为什么音乐就停止了？奇奇怪怪的。然后进不去，只听到羊叫声而已。哎呀，怎么出去了？哎，哎呀，怎么出去了？跨不出去啊！他要怎么跨栏呢、啊？哎、欸，我出不去了的！啊啊啊！又来了，又开始，
开始不知道怎么玩了。哎，是那深刻的人的人。To dash just as you can, you can jump over the middle of it. Oh. 好了，那我们就出去了。其实我看不太懂。是要这样吗？哦，哦，出去了，哦哦哦，知道了，原来是这样啊。他就帅气的跨出去了。Do you want to save? Yes. 然后 ，override， 对啊。好了，完成。好，知道了。我们就出去了。然后太阳出现了，然后熟悉的音乐又出现了，也刚不晓得为什么就不见了。然后回家了吗？是吗？这三个小孩，小屁孩，听到他黑我就觉得他是像小屁孩了。啊，对啊，就叫我起来了。OK， 他这样就起来了。然后他睡在那么高的地方哦，会不会睡睡然后滚滚滚，然后就滚下，然后就摔下去？应该不会吧？那我们就下去吧。呵，下去。啊，算了，我们先不要出去好了，因为我觉得我们今天实况就到这边了。啊，我们今天实况就到这边了，就是还算顺利啊。那我们下次再见吧，拜拜。